那看这什么时间，哎呀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宝们煮好了啊，哇，馋死这口了。嗯，哦，哎呦，宝宝跟你们说绝了啊！你们想吃的啊，点我头像主页有个预约，你们可以点一下。嗯，我得都吃了，一袋不够。我又饿了，不吃点东西我浑身不得劲啊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吃一道肥牛流汁大宽粉，用水卸好的芝麻酱，里加入蒜末、小米辣、香菜，再来勺辣椒油、酱油、蚝油、香油、盐、糖，搅拌均匀。煮好的粉啊，咱们给它捞出。肥牛下锅焯水，焯好的牛肉给它铺满，加入卸好的麻酱，加入炒好的料汁，再给它搅拌均匀，按照这样可以吃了。看你们吃，哇，满满的口水啊！第一口给你们吃。一到半夜这个点儿，我要不吃点东西我就不得劲儿，这不知道咋去了。今天我们来点雪花牛排搞一搞，那两样给它炸了，直接下锅煎一煎，不用放油。哇，这个肉很香啊，香味一下就出来了。煎一块我指定是不够吃的，这个肉很肥，所以我们煎的时候不用放油。剩下这个黄油啊，我们可以炒点这个小洋葱，非常好吃。准备一勺淀粉，再来一个。咱们是一个方向给它搅匀，看到我的手速够用不？那把洗干净的食材给它加进去，让每一粒食材都沾上这个糊糊，炸出来的东西呢又香又脆。起锅咱们烧油，直接下锅炸就行。咱们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捞出来控下油，然后再反复炸一遍就可以。咱们开大火再复炸一遍就可以了，炸至金黄酥脆，咱们就可以捞出装盘了。第一口，你们先吃。
想不想来呢？